通过这些分析，辉哥很可能有掌握大数据的能力。大数据？这个我知道。大数据就是指有新创业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、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等能力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。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。那天，我吃房子没有力气减肥呢，炸鸡限时买一送一，错过等一年。哇，新鲜出炉的炸鸡，点它。都几点了还在吃？健身套餐限时五折，错过等一年。这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推送的广告，这精准程度谁顶得住嘛？辉哥很有可能已经熟练运用这个能力了。你的猜测是正确的。好在大家的金刚能量已经恢复好了，现在黑士兵数量和网络活跃度同步高速增长，必须立刻出发阻止辉哥。辉哥喜欢站在信号塔上，那里的数据能量最强。我通过大数据分析，辉哥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是烧烤山信号塔。你们这种小儿科的数据分析在我面前简直就是班门弄斧。逃不掉了。你们看，是黑鲸。辉哥，去吧。辉哥，住手。怎么，你们也要黑鲸？好好好，给你们留一点。哼，谁欠你那破玩意儿？不能让他继续散播黑鲸了，大家变身准备战斗吧。热情生活，心怀天下，热心金甲武装，专注目标，心无旁骛，专心金甲武装，信任伙伴，心心相印，信心金甲武装，关爱生命，心存尊严，爱心金甲武装，童真无邪，心如赤子，红心金甲武装，忍耐前引，心自磐石，耐心金甲武装。想在我这多订购几把吗？价格好商量。什么？大家小心，辉哥已经掌握了我们武器的数据。无论如何先想办法上去，飞行能量撑不了很久。你们试试。大家绕后。北小姐第一。小心。什么？好险。看你们能撑多久，顾好自己吧。王明，太棒了，大家上。
们人多，你应付不了，投降吧。哼，人多怎么了？你们每个人的弱点我都了如指掌，打你们跟切菜一样。你胡说八道！飞燕连环踢，你的腿好粗啊！你说什么？哎！啊！能量怎么就用完了？脾气不好，破绽太多。赵燕，放开我！哼，近战你还能做什么？叶辉，辉哥看招！笨手笨脚的，真可爱。不计后果，英勇献身，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儿？哎呀！你们一起下去吧。灵犀护体，绝不会让你突破。你的弱点就是不会变通。辉哥，你重少就剩下你一个，林聪。说起来，我们还是挺有渊源的。我曾是你父亲北斗星王麾下战队的一员，你有和他一样的弱点，就是感情用事。父亲怎么会跟混元帝会面？林聪只是我遗弃的儿子。是吗？遗弃的儿子？林聪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这不是真的。可事实就在眼前。父亲。赵燕，父亲和你父亲一样懦弱无能，他救不了北斗星，你也救不了地球，真是让人失望。我不会让你伤害大家的。早知道你们有这招。没有阻碍，终于可以推进计划了。来呀，来追我呀，来吧。黑哥，快走了啊。黑哥，怎么了？所有人都在我的大数据推送之下陷入了网瘾状态，一旦离开屏幕，就会像鱼离开了水一样窒息而亡。给我全都乖乖守在屏幕前，接受黑鲸带来的重生吧。乱世俱备，只差把黑鲸散布全球了。
站住！新盘仔，神兽警示，神兽警示！没意思啦，没意思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大数据无处不在，小秘密随手可得，这可不好。数据落入敌人手，心动心情随人走，那怎么办呢？保护数据要记牢，善用数据世界好。好啊好啊，守护大家伸手警示。